大家好，最近日有全网千王大战，八神与灯神、阳神、UP 四位神级高手。那开场由八神与大头阵，今天全网千王就是他的主场了。那全网千王用大门，八神也用大门，刚好全网千王最近也是疯狂的练大门呢、他在走大门月的路子啊，大门八神加上一个草地精，这也刚好也是八神月的三大主力啊。那全网千王一波，哎呦，跑抓天地反，全网千王开始了，下地头上浮。一个战中脚，这也是打最高伤啊，后面伤害没什么修正。大门这一套其实哦，跳地空袭蓝之山，八神月中招了，三十到角落，后面八神月还是毫无还手之力，全网亲王再来一波猛攻，八神月直接跪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八神月下一个不知火舞，第二个回合，八神月的大门也被拿下了。八神月可是号称大门月呀，看来全网亲王真是修炼有成啊。这一段时间的闭关修炼，使得全网亲王的大门已经追上大门月了，直逼大门月。哇，双手一推，空中飞地，再来一发，跑抓天地反，八神月出破绽了。可是大门的暴气状态也消失了。后面大门一波超大外割，那八神月，哎呀，头上浮被防御反击了。又一手天地反，真是不服气，不行啊！这个大门里头到角落。八神月的不知后看来也要交代在这里了，来一发地狱极乐落，头上浮，跟头上浮。哎，接着看八神月的暴走八神吧，八神月可没有那么好欺负啊，看他的暴走八神出马。但是八神月今天如果崩了的话，那就不好说了。跳 CD 葵花三式，用 CD 起手，也是绝了啊！两段千羽衣接上超杀八只女河啊！八神月开始了，升龙取消，抓挠一段跟地波，空中 CD 接千羽衣，接上葵花三式八只女笑。那现在全网亲王一点点血了，肯定是扛不住了，扛不住就没了吧。前面来看全网亲王的草剃精，不会八神月被八神月给反三吧，反穿三，八神月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准备，这也是八神月的强项，拿手绝活。看看全网亲王的小草轻腿三点晃耀毒药起手，好，八神后撤骗闪身，快速跳 C 千羽衣，八神月又得手了，技能地波谢风抓一手，葵花两段千羽衣，好，八神继续一个正向跳 C 爪挠一段，爪挠两段带走了这一把，经不起连环套路啊，他能不能实现一个反穿三，也就是反三。全网亲王一滴血，八神葵花千羽衣又将其摁倒。接下来看全网亲王的八神现身，第五个回合，八神这一波该怎么浪？全网亲王先来一发地波，哎呀，前跳地后跳地再跟一发地波，哎呀，跳贼他当手，接着就是暴气，暴气入全网亲王，哦，骗出 CD， 绝了，骗了一手 CD 啊，百合折掏当手，八神月也开始利用他的绝杀百合折了。CD 地波天堂之眼洗雷，人呀，天堂之眼追八只女爆，这一波反应绝了啊，给全网亲王点个赞。好，来看下一局，八神月开场被废，接下来看灯神上场，难道说四神干不过全网亲王今天？咦呀，完了，灯神还是浪啊，灯神 EX 魔兽王者 Harvey Cancel 一波大灌篮，哇，逆向穿扰，哇，这波前前攻击全网亲王有点招架不住耶。好的，来看全网亲王下一个人啊，第二个回合我们来看全网亲王的大门，大门先来一波预溃，克瑞向前快速冲刺了，接着集气，大门跑抓天地反，漂亮，哎呀，里头有点东西，特瑞又现在又把大门给压到角落啊，使用他的前前操作，在中脚空地波有破绽，大门没抓住，轻腿起手，中脚能量喷泉，高鬼喷泉 A 三，双高鬼接能量 A 三，最高伤害了，地波 C 头来白表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全网亲王下一个八神啊，也是全网亲王最后一个角色，爆八，他这个爆八已经直逼八神月哦，但是特瑞的压制依然是紧追不舍，八神该如何破局？看八神来发地波，
哦，轻腿重手能量喷溅倒一踢，双告月踢呀、啊！但是八神的强反交出来了，啊！这可是拳王亲王最后一个角色了，他是非常危险哦。登神中招，中招可能就要没了，但是拳王亲王需要消耗两颗能量。最后来一首八字收底，跟他说再见。还能不能见到灯神的 King 啊？这个八神其实挺带劲的。接下来看灯神的 King 现身，第四个回合。灯神的 King 就是前前两段操作，空中连发 CD， 八神飞身百合折，飞身一跃，葵花三世八字女上了。看来 King 也遭不保机了。哦，抓到一段，葵花一段。三世八智女再带一段六六六，忍耐一滴血，要不要来发黑光爽一把？拳王亲王没来啊，今天拳王亲王没了，得等灯神剩下一个板气凉了。拳王亲王表示我也要反串散。好、哦，八神先开一发底波，再开一发，灯神前前操作这就开始了，底波破绽很大的。升龙飞翔脚接波八神，哟，八神想闪身抓信封，没想到灯神技高一筹，飞翔脚哎真是哎真是，落地来一脚摔，八神就这么没了，灯神取一分，灯神赢的话，灯神就接着再打，直到拳王亲王把灯神打下去为止。灯神一波前跳啊，滑铲接地波，哎呦，不知后一扇子扇了过去，这一波拳王亲王有对策。因为上一次吃了灯神特瑞的亏啊，滑铲白鲁之舞必杀日风，空中 CD 空中不让受身，落地再来一波扔啊 ，C 头接大到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灯神下一个人啊，这个不知火舞有点厉害。来看第二个回合，看灯神第 King 现身，一波前前操作，落地机跟上，打一套常规连击，双落地机连击。连到腿接玫瑰旋风踢呢，没有接啊 ！CD 打乱动，咦，不走后暴击状态，他要抓超杀连了。到，这次灯神吃了不走后五的亏呀、啊！哇，必杀忍风一个烧，必杀忍风一个顶。再见了，灯神仅剩一个板切凉了，但板切凉能不能反穿三来一波反三呢？看第三个回合，看灯神的板切凉现身。板切凉哦，白鹿之舞来个不板切凉，呼利亚直接开怼一个 CD 接斩连拳，飞翔脚接砍刀手，哎真是轻腿起手三点飞翔脚接波，波接一发大波手 KOKM， 再见了。哎呀，来看拳王亲王下一个人啊，草地精。其实拳王亲王草地精才是主角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拳王亲王的草地精并没有显得太过惊艳，可能是打高强度吧，草地精确实打不了高强度。灯神的飞翔脚砍刀手 HSSN 又开始了。 Oh my god， 前前操作呼利亚击毙背身掌，空中一波 CD 天地霸王拳接呕了呕了呕了带走啊，双段砍刀手也是可以的，不带呕了呕了。真的要反三了吗？灯神反三小王子，灯神的称号。接下来看拳王亲王的八神，八神先来一波空中 CD 后跳地来个地波，前跳在地灯神抢，哎呦，灯神前沿操作，拉后前跳后推，好、哦，灯神空中来发波闪现，百合折来啦，正手前手天堂自然爆，落地葵花三世八字爆，飞翔脚砍刀手，板起来交了啊，机会来啦，重拳天地霸王拳 ，so cool game。哦、oh, ，so go game， 八神八智女还是飞了出来。八神女还八神呢、啊，拳王亲王的八神有一线生机。葵花千云接八智收，哇，这个八智女强反啊，冲了过来也是绝了。这波强反救了拳王亲王一命啊，那灯神就被干了下去。接下来看阳神上场，和灯神打了个平手，一输一赢。看阳神的气甲射。杨神的气甲射可不是闹着玩的啊！下轻 A， 下轻脚，先轻 A， 跳台地中招了。不走后先给他一个飞顶，接着跳地打逆坠，逼白鹿之舞有点空。压油！气甲射开始了浪操作。压油！压哦！压油！托马斯没接上炮拳呢，托马斯
升龙舞炮拳。这个七甲射也可谓是得心应手了，全羊亲王不用七甲射来对他的七甲射，确实是一个、遗憾，有点遗憾啊，有点可惜没有看到双七甲射大战。现在看杨神的七甲射暴气，这是专克草提金的一发七甲射呀，呦炮拳上，呦双敲大锤，呦变身了。 Oh my god， 这套连伤害真是够高呀，各种花式连啊，杨神的脑子里就装满了花式连。草提金又是直接跪了。再看亲王的爆霸，也只有爆霸能与之一战了。第三个回合，看亲王的爆霸，谢风抢抓，葵花两段，还爆霸还是强啊！哎呀，谢风升龙抓谢风，漂亮，重抓接葵花，抓挠接两段，接八准送。八神虽然刮煞，但是他的判定强啊，他的速度快呀。比七甲士要强两个等级，这八神的一些判定了。又开始转到两段，小升龙葵花三四五，完全不把七甲士放在眼里，这个速度，天堂之眼爆炸结束。接下来我们来看阳神下一个人啊，第四个回合，阳神的克里斯。好、哦，八神暴击，升龙转到对空，天堂之眼爆，落地葵花三四八神女生。接着八神再次使用他的地波跟一手啊，谢风强抓葵花两段千羽翼接上，八只女王没有接，好、哦、机会来了，重手金手转挠接两段，地波跟 CD 千羽翼漂亮，葵花三世再上，八只女没有上，但是八神还是可以了，克里斯想闪现不可能的，闪不出来了。好的，来看杨神最后一个爆发呀，打来打去杨神又剩一个爆发了，搞的什么情况啊，杨神的爆发也直接爆气 ，CD 起手想抓谢风，距离不够，天堂之眼爆爆，杨神也深知啊，再爆的话自己就被爆没了啊，直接交强反。现在杨神正向跳飞击中，全网亲王强反更待何时？此时不反更待何时？好，全网亲王百合折，哟、不百合折，他突然掏起下巴，天堂之眼落地一葵八字里死。杨神哇，被反三了！杨神这个滋味真是不好受啊。接下来看最后一个大 boss UP 也使用不知火舞首发，全网亲王也用不知火舞，这把不知火舞的不无责任招式太多了，在对手没有气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尽情的发挥啊。但是 UP 玩不知火舞的话，感觉还要强全网亲王一点吧，因为毕竟 UP 是顶级的一个高手啊，这三个角色也是玩到顶级了。全网亲王想要超越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哦，中断起手，全网亲王真的要超越啦，滑铲 C 头一个大， Oh my god， 我不该夸 UP 啊，真的不该。好，来看 UP 下一个人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第二个回合来看 UP 的克里斯，克里斯开场一个 CD 就打你暴气，两拳冲击圣龙角，重拳后抓拉过来，重重亲自滑铲介入必杀，给他一个推推推推推，天王亲王直接半血一下了，克里斯再用 CD 起手重拳出击抓一下，超杀都给你废了，这就是克里斯的无敌判定了。好的，来看全网亲王下一个人，草提金啊，第三个回合，草提金先来一发奈落洛啊，气势不是改呢，轻脚两点呢，可以的，气势不是改，距离不够哦，奈落洛让他无法起身，气势不是改追上去 ，CD 大蛇替，哎呀，落地接放一发无视。现在 UP 的草提金就 UP 的这个克利安娜就来了，克里斯命丧于草提金之手了。来看 UP 的利安娜，利安娜呀，先做上一手防守，草提金紧追不舍，机会来了，是一呀无视没有接，他选择地头再接无视。哎，地头接 C 头可以的，防一波反，重腿起手独咬，哇，我的天，这个站重脚绝了，飞轮打闷压，草提金用下重脚破了闷压 ，CD 取消手刀半人斩，草提金要嗝屁了，
超杀大 V 了。大 V 先爆炸一下，一段手刀半月斩啊，两段手刀半月斩，再接上一个轻腿战 C， 再见。那现在双方来到第五个回合，我们来看拳王亲王的八神。第五个回合，看这个八神怎么样啊？这一局打莉安娜确实不好打，这个八神。莉安娜开场就想套起下盘，升龙打空，旋转火花，八神交响反撩。八神一个百合折没有去，跳地风空加一手，地波跟上没破绽，站重脚套当手对空，地波压制下来，右劈血量一见底。Oh my god！ 八神不是要玩完了吧？轻脚接地头，轻脚没点到，八神有戏，大臂打空，掏裆手，掏裆手手机太不正经了吧？这个掏裆手，那今天拳王亲王也算是啊完美的一个取胜啊，结束比赛。